今日车坐。各位同心，大家早安，大家好。我叫做潘良华。一般我介绍我家己，我开讲，我是住伫水边的帆啊，安尼你就会记得，吼、哦。因三点水啊，一个帆。我这个姓是，唔是阮原住民的姓，这是清朝的官员来台湾了，伊咧问随从讲，这砖头这部落。这人是姓啥？伊讲因这拢无姓啊，伊拢全唔捌字。迄阵宿姓互阮，因为我是平埔族高滨地区，叫做马卡道族吼。阮的祖先拢较爱住伫水边，因为要洗物件较方便，吼、哦，要洗身躯也较方便。所以伊阵甲号讲这着住伫水边番，吼、哦，安尼着做个记个吼、哦。那么咱。原住民不是只有山地的原住民，我们平地也有原住民，平地的都合作平埔族，昨天我们的那个老师在教说，手拗起来哪有一条船呢，那就是平埔族的后裔，包括你的脚的尖头尾，哪有鼻唇的，那都是，再来就是说，你的皮肤，像我，乌不乌人那乌，白不白人那白，红了差不多六分色这款的哦，这都拢南岛语系的吼、哦，为北面差不多到琉球、台湾、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这大家拢是越南，这拢是哦，拢属南岛语系的吼、哦。咱唔是讲中国人来，咱家拢变汉人，咱家变汉人是用汉化。其实咱原地原住民高山的就十几个部迄、那个部族吼，因、哦、的话语拢无同。咱平埔族嘛，差不多十族。哦，你讲宜兰有迄个科马兰族，哈、哦，台北则有迄个凯达格兰族嘛。哦，南部就西拉雅上大宗，台南地区。哦，阮屏东这边高雄这就是马卡道族，所以高雄市有台湾的祖先设一条路叫做马卡道路。哦，马英九要卡在路上。哦，马卡道路哈、哦。OK。所以我用安尼来介绍我家己，可能大家就较会记的吼。那么我今仔要讲的这个农场管理哈，我大概要讲这个题目了哈。那么上台前，咱来讲水甲农业的关系哈。若无水，就会使讲无农业，因为生命的三大要素就讲阳光、生命、水。阳光、空气、水啦，呀、啊，那么我搁加一个土壤，哦，你土壤是所有万物立基的地方，哈、哦。那么台湾的农业就是水田用水用上多，因为咱台湾人咱食米食较惯是吼，当然即摆少年的已经有改啊吼，伊改食面食，食西方的世俗。那么这水产，因为这水稻嘛，所以它一定要都初期一定爱。用水生，用做的最好食哈，水生植物。好，那么土壤，咱来做水土保持。这个杂草哈，其实是足好的物件，这是上天设计要来做表土保护的。但是以前的，阮爸爸妈妈因一代，拢把杂草当作敌人，欲去之而快，因为呐，伊拢想讲这些杂草会吃肥料，你撒下去的肥料会被它吃掉，所以它。而且以前没有那个除草剂，一定要人工用镰刀啦，用锄头去除草、啊、所以很费工，所以看了这杂草是足讨厌。但是杂草就是伫这个崩塌地哈、啊，也是河岸的所在，伊发开了，你若落大雨，那些大的雨滴撞击到泥土表土，会把表土击碎，然后。跟着雨水就流走了，这个表土好最好最有养分的表土就流失了、哦、那剩下的你说比较深的土地没有什么养分，所以为什么中国那边五千年他们所谓五千年他们农耕时已经把农地、哦、的养分耗尽了、啊、所以现在在台湾种的东西会够好吃、哦、养分能量够足够、哦、
你讲像美国，因为美国都开国200多年，实际上因美国捡的米啊，什么都很大，就是它的那个泥土，它使用的年限还很短，哦，差不多200几年嘛，哦，啊，所以，哦，你我第一个去美国看，哦，因的青菜都这大枝，哦啊，他们话拢是都有一句话讲，美国什么都大，连牛排都很大，哈，哦 okay， 啊，这个其实这杂草就是要做那个水土保持用。那么因为现在因为做农的都越做越细啦，啊，所以政府也在用修耕的政策说，啊，你如果 做不好，啊，就不要做整个种这个一些地被花卉植物来做景观，啊，okay， 所以花东那边然后真多都种这种，啊，非洲菊，啊，做过看的，好，啊，你看那个88风灾，啊，三年前这中央山脉，哦，我们屏东那里，哦，南北大武山的比较南边，这就我故乡就在这里。那么以前这很清脆的山谷，88风灾了崩塌，有几十百条的这个崩塌地，这北北的都是，哦，那么这些崩塌地就表示说我们的泥土的承载量，哦，没跟你那些雨水，因为雨水含太多就有重量，啊，如果水土保持不好，啊，尤其山顶现在就日本人来有找一些好的行动机找出来，国民党政府来人日本他们找是这个腰部这找掉了又留那个头里啊找空地很大就补种小苗，但是国民党政府来他不止砍这些上面的好材砍走，连那个树根都挖起来去当作屏风，当作茶桌，好，哦，安尼咧卖。所以遐根又乌掉，剩的遐根拢烂去了，那个没有办法凝固这些泥土，所以很多崩塌地就发生了。如果你在迄天吼，哦，台湾的年降雨量一年有2150毫米，但是那88风灾那两三天，好，哦，下了差不多2000毫米。就把一年的雨量在那两三天通下在高平地区了，啊，所以那个泥土负荷不了就造成这些崩塌地，啊哦，你看这树根一直到三四站楼管到要12米，啊啊，这就刚好有一个比较小的风台过了后我去拍看到这个崩塌地给拍的，你看它的树根这样扎得那么深，啊啊，你如果像国民党政府来把这些树砍掉又把这个树头挖掉，这些下面的根就它会烂掉，就没有办法做水土保持，哈，啊。OK， 好，那以色列这个国家有很多跟我们很类似，它只是一个小国，啊，但是它旁边都是回教的国家，跟它是非常敌对的，哈，啊。那么我们台湾也一样，我们旁边有一个流氓国家，哈，啊，叫做阿公啊，哈，啊，赶快，啊，但是。以色列它是沙漠地区啊，它也要生存，它也要有农产品来生产，来供应他们国民的那个啊，哦，基本的生活。那他们又缺水，他们65%的水源只有靠加利利湖来供应，啊，哦，那其他的35%要怎么来呢？他就发明那个海水淡化的技术，哦，他海水淡化技术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啊。那么那些25%以后，那还缺10%怎么办？他就从刚刚那一些水再利用回收重新过滤啊，来当作他的民生用水。啊，他们也有在农作物上来发明滴灌啊，点滴灌溉啊。你看这个，它是透过电脑控制。他们以色列人的农夫，他们都有一张卡，他们要跟政府买水。他插卡刷卡水就会进来，哦，那他用滴灌就是说这个植物本身他一天要消耗多少 cc 的水温，他用电脑控制滴给他喝， OK， 都不会浪费，你看只有滴在他的这个根部呢，哦，那沙漠地区旁边都很干旱就不会长杂草，你就可以省下除草的费用，哦，人工或者是用药，哦，OK， 所以以色列他们是全民皆兵，
包括女孩子都要去当兵来保卫他们国家。那台湾，我们只要男孩子满20岁，体格 OK，哦，通通会被去征兵。好，哦，那国民党是非法在台湾征兵，哈，哦，啊，这个就让秘书讲，他没去讲。我今天是专讲农业的部分，哈，哦。OK， 所以以色列他们的水，他们严格限制到怎么样呢？以色列人不可以洗车，他们只能用给门欠哦，欠欠给他。你如果用水去洗车，会被举报开罚单，哦，所以他们对水是非常珍那个珍惜的哈，无像咱家，哦，水拢像咧用免钱的。啊，但是我若有人误会，阮屏东尤其阮屏东地区，我们地下水源非常丰富，从那个中央山脉下来的一些浮流水哦，水源很低，而且它会自动冒上来，啊，所以伫阮潮州内埔竹田迄个所在，你插迄井哦，你许挖咧啊，一个管啊插咧，伊水就甲你冒出来。阮迄位住伫厝边，伊厝边吼，迄管你若甲锁掉咧，伊会管会崩去啊，所以伊啊放水互流。所以北部无了解来讲，哇，迄足浪费诶，自来水一直流，其实迄毋是啊，迄天然的涌泉水哈。OK， 好，粮食跟国家有什么关系？我咱来看中国，中国这3000年就是拢伫咧战乱时，他们中国人好斗，他们中国人都喜欢只顾自己的家，温刀喝得。他们没有国家的观念，所以为什么中国这您说共5000年就是5000年的战乱史，而平成时期台湾在斗争，就是我想要把你持有下去，啊，我白开，或者我把你的钱怎么拐来在我的落地，这就是中国人诈术骗术很好的。你说像蒋介石就跟毛泽东两个也在骗，看谁比较骗，结果宣传战所谓骗就是用因为宣传战统战，毛泽东技高一筹，哦啊，所以国民党这个蒋介石输，就开始招来台湾，哦，这就是以宣传战输嘛。但是伊虽然在中国输，算第二名，第二名招来咱家要骗咱台湾人，绰绰有余。咱这67年拢了骗，伊拢用愚民教育，哦，来甲咱骗，哦，说假的历史拢假，所以咱今年有这个咱林秘书长林志升。来把这一些假的都掀开，哦，把真相掀开，哦，让我们活得比较自己觉得，啊，我已经知道真相了，不说我们骗到这样说说，哦，okay。 那么因为现在的人，哦，台湾虽然是美食的国家，但是现在年轻人已经没什么 要吃美食了，哦，所以都吃米吃面包，哦，素食店用的咱台湾进步前的粮食自给率只有32%了，这说来很危险的事情。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旁边还有一个罗马的大国家阿强，他如果给你配兵，哦，把台湾封锁，哦，他给你布置水雷，哦啊，给你限制说整个台湾的海域都不可以有其他的外国船只运送物资，我们的战备储量有多久？差不多半年了。我去以前做兵，我常爱吃战备粮，看到很讽刺的啦，就是说你今天你新挂起来的稻米要拿去下仓库，那么这些兵要吃的是把那些要派去的那些半差不多下半年的开始派去的那些拿出来吃，啊，新的都把下好菇下菇澳菇草料才拿出来吃，啊，但这就战备粮就是这样，你袂使讲甲新的拢食，啊，旧的一直下下甲变歹，袂食定哈。那么台湾，我咱若民政府即种，我希望咱会当差不多55%以上的这个农产品在食物的粮食的自给率哈。另外，咱美国因的粮食自给率是120%以上，啊，因为因地大物博啦哈。啊，台湾因为饮食的方式改变了哈，农民煞布丢也袂好，种袂趁钱，所以人农民无啥爱种植啊，对吧？所以
就比种诶收成输槟榔，农民就走去种槟榔。若输种莲雾，所以农民就去种莲雾。但是遐槟榔树啊，你若讲咧战争诶时，槟榔树啊，敢会当食槟榔就会饱吗？吼、哦，啊所以，这粮食咱以后爱改变政策，就讲咱来用精致农业，哦啊，互农民有提高的迄、那个，伊即个收益吼，互因会当去倒来种植。尽量就是讲，咱种好的物件，互咱台湾人食，包括咱以后咱的母国，吼、哦，咱若含美国，嘛含日本，咱的母国，若一定恢复，咱等于美国咧日本了，咱变国内运输啊，吼、哦。那么南北就是讲，因北方母国日本母国无多生产的热带水果，像莲雾，像这个山啊。哦，这因拢作爱，哦啊往来，哦真往来，这往来所欠噶吼，包括中国人也作爱这。那么，咱南北的差异，咱南货北运，北货南运，哦，咱都卖去大山顶种苹果，吼、哦，卖去种啥物高山蔬菜，咱来要食寒带蔬菜，咱就甲咱的母国去并买，啊，因来甲咱买热带水果，吼、哦，把山地好啊保育。那么山地的，那个我们有高山自治政府。让他们的祖先以前汉人没有来台湾之前，没有听什么土石流，好、哦，那是他们的祖先把山林都保护得很好，他们不会像汉人来用搜刮的方式。高沙原住民他们是，我需要用到多少，我要吃多少的时候，我就取多少。伊无咧讲用买卖，我大家给你摕足济，摕去别个所在卖。他、啊、来探钱，因较无迄个观念，他连土地所有权都没有，这个都是我们这个部落大家的，因等于用因有分享的迄个制度。我今仔来掠着只山猪，就叫大家做伙来食，吼、哦，因为较早嘛无冰箱啊，你家己下咧嘛下较歹去，吼、哦。OK， 好，你看，这农民做是愈做愈实。像讲，我若讲迄阵，伊有十家地啊，做到阮即代都一日本一日无。比如讲做十家，啊，着甲银行贷款、甲农会贷款无够钱啊，啊，还袂起，啊，无先卖一家嘴，一日卖到尾也着无去啊，吼。啊，所以即卖农地伊讲，啊，无我规日卖做，愈做愈实，我来租人，起码有租金，所以着租人来种电，吼、哦，用太阳能板来发电。啊，这个也无爱布丢啊，乌鱼窟啦，互人去饲泰国虾，吼、哦、啊，迄、那个南洋鸡啦，哈、哦。啊，这呐，战争打用方式，这敢袂当拆落来做饭食？哎，电锅锅我嘛布袂落，吼、哦。好啊，小耕的制度你看，这政府一分地都爱个5000块，我农民一年。那么，你要像这乔木。发出来，啊！即个呐，其他个伊个小乔木阁继续大了，那三五年以后，规就变森林啦。啊，你若讲像讲战争啊，还是讲要阁需要复耕的时，那要花多大的力气？迄你无请怪兽来挖无啊多，吼、哦，用人工无法哩，爱着去开足侪钱。啊，山顶咧撮树啊，好个农地啊、哦，平地咧造林。哦，这嘛作讽刺的哈！这平平平塌塌的造林 ，OK。好，啊，这样讲这个农业与环保，即卖惯性农法就是拢爱普油啊，无普油啊就无收啦。基本上，进目前差不多拢大部分的观念是安尼。啊，进作者民间组织拢想要发展有机农业，但是有机农业有很多。门槛，你那蔬菜还比较好做，那个果蔬类就困难度就很高，哦、所以咱今嘛要食有机的水果蛮困难的，哦、但是咱爱有一个观念就是讲，那真正有机的物件，咱加一杯介绍加买不为过，因为怎，它非常费心、费神、费力、费工，哦啊、因为起码伊无农药的残留。啊，对咱身体嘛较好。其实
咱拢是食农药大汉的啦。讲较歹听呢，因为咱平均每一个人一年所用掉的农药是9公斤，这全世界拄啊输中国，中国第一名，啊咱第二名。啊，只有中国教育起来的人吼，都拢足自私，阮兜好得啊，别人死了了，迄个跟我无关的。啊，所以南部有迄个蔡龙讲一句，吼，迄北部人身体有够用啦，我这药甲厝甲同因哦食了了呢。啊，家己要食的，另外种一个，家己在食。啊，其实这嘛是消费者本身爱负一寡责任，就讲北部人拢爱讲，迄药啊吼，拢无糖食的冲动，拢爱完整规效的、介水的，伊较要买。啊，农民就讲，你都要爱这款的，我著除药啊，逐休嘛，药拢迄个糖拢唔敢去食，吼、哦。啊，所以安尼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变成消费者爱啥，啊，农民就种啥给你，吼、哦，还是嘛是消费者要求的吧。啊，所以你看像这个稻米，其实因所喷的这药啊，这农民本身伊直接受害，伊会输的。农民不爱挂遐防毒面具、口罩，啥物原因？就是因为热嘛，你挂咧、砍掉咧。伊这湿气会把遐个遐活性炭的会凝结，会你会输无几，爱热，所以拢全烫掉了。啊，伊厝的遐药啊，伊若像最近金敦米的事件有无？伊有农药残留，啊，这就是因为地，就是讲真正拢风台雨，吼、哦，啊，拢铺药啊，啊，这药啊有真正是需要阳光去甲分解。包括像风台天迄站，拢阴天，农民为了要抢种抢收，伊就做个氮肥，要蔬菜叶啊光阴发。但是因为没有阳光去甲分解，所以伊个硝酸盐浓度拢足悬，啊，所以食了对人的身体无好。啊，这就是讲，因本身直接受害，啊，咱食因种出来只稻米，然后农药残留，他如果没有依照那个安全的。日数来采收，哈、哦，遐农药残留嘛，就咱消费者会去食到 ，OK。啊，你要看这海蛎啊，我买来买了伤济，迄阵食不完，到第三天伊就歹去啊，哦，这就开始咧烂，哈、哦。啊，这质量若烂，也一直烂。但是这条柑啊。外久较烂，你知？我就是去买柑啊，啊，即马食啊，煞看报纸啊，总甲砍起，煞袂记啦。啊，差不多正在讲啊，去现着看，哎、欸，开拢无歹。我就甲注意讲，啊，无你当时买歹，我就一工一工等。结果到30天阁袂歹呢。我、哦、你看这偌毒，毒到遐微生物遐虫拢唔敢挖去，因为这個地头啊，啊点油啊。迄个感觉规粒都拢毒啊！吼、哦，啊，所以你看，咱爱食对一款嘞，食三工会歹，还是食这款嘞？嘿呀、啊，对啊，爱食三工就会歹，迄就是较天然，没有防腐剂，没有杀虫剂哈、哦。OK， 好，啊，咱看这农村甲都市的这个城乡差距，这伫阮庄脚吼，都伫阮边啊俩，起甲足水的。哦，啊，你莫讲哦，啊，即卖农民赚大钱啊！其实不是，这就因为十几年前农地开放买卖了，你只要买一个两分半地以上，两年后，你就会当起农舍。啊，这拢是都市哈，用高雄市遐的好业人来增加买这地，起个后花园，伫假日拜六礼拜来遮度假。哈，啊，农村还是很真侪落后的所在啦。哈，哎，我都不去吧。OK， 好，啊，咱就来讨论讲。现在造成今仔日咱安尼状况，吼、哦，你望中华民国这个军政府，伊来台湾要安怎治理咱台湾人？伊敢若靠这辣椒，就把咱台湾人饲到大底啊！吼、哦，啊，咱一个来个回想来讨论哈。屠杀精英就是二二八事件，
这个1947年这个二二八事件，其实是蒋介石伊有计划屠杀，因为迄阵因咧国共内战，蒋介石伊咧考虑讲，那局势歹，因啊建书，伊可能爱流亡，啊，伊要流亡要走去对，哦，有考虑三个所在，哦，一个西北地方，哦，啊，一个就是海南岛，一个就是台湾。到尾啊，伊败是伊真正就撤退来台湾，所以伊是进前要来台湾进前，伊就先设计叫因囝，因囝是情报系统的，就去调查台湾的各地方的士绅，有逃兵的人，遐人才，吼、哦，列册、造册，叫这人伫二二八事件利用迄、那个讲袂分的这个临江卖这个事件。因爆料开始抓人、杀人，哈、哦！把日本开50年所训练的精英，甲要30000个，拢杀掉。这30000个精英，就是领地方的领导人，就是有法度领导人来控国民党政府这人，伊拢有计划来甲你抓掉、杀掉去，哈、哦！啊，这个领导者杀掉了，过来就是。伊甲搞垮台湾的金融、甲经济民生，好吧？伊第一来甲台湾这糖、油、米、盐，拢送转因中国，一部分因倒卖，伫上海倒卖，下日来甲伊落地啊，一部分去支援伊的国共内战。啊，你本来一挂好嘢人，啊，你看你偌好嘢，伊甲你用40000一箍，恁啊原地有40000的人。40000一块，你拄啊存1000块尔，啊那1000块，若进目前安尼，咱咧开哦，1000块，咱两工就开掉去啊，哈。有一个故事讲，有一个人，伊甲田地拢卖卖咧，要起大厝，结果向王，伊钱退了后，要去换时，改40000一块，伊拄啊存下当起一支条啊尔，吼，啊所以人尾啊就掉头自杀。好，这个大地主也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化水的跟党的，吼，我那要叫人，我那有的，吼，因为你大地主在地方一定较有势力嘛，吼。那么，伊甲你用375减租啦，用耕者有其田，互你拢变作小地主，吼。安尼，你看，有领导能力的，无伊啊。有迄、那个有钱人无去啊，大地主啊，这自身嘛无去啊，你都变你无，你讲要带人去抗争，你起码无嘛爱发便当互食，你都无钱通去买便当互食，啊一般农民都作善起来，你要叫伊讲，搁家己落地啊开钱，迄阵可能较困难吼、哦，啊所以就你台湾人就没有力气去反抗他吼、哦，那么搁剩呢掠不完呢？遐伊利用白色恐怖，甲你恐吓，你若有讲着反政府的话，人就抓起，吼、哦。所以伊用安尼来控制，所以大家迄阵，阮一撮人甲阮讲一句：饭加食寡，话减讲寡。囡仔人有耳无嘴，吼、哦，袂使后壁讲话，吼、哦。若讲唔对，就抓伊啊，吼、哦。过来用敌性反转，身份错。乱的愚民教育，哦，一来就跟咱教讲，哇，台湾人都回归祖国的怀抱，那我们已经胜利了，原来咱是日本的战败国咧，哇，现在因讲咱回归祖国，咱变战胜国，足侪台湾人无志气的，活过啊，好、哦，过来，本来咱跟中国是敌对。伊即马甲你讲，我们回归祖国，啊，你的身份走过来这边了，敌性反转，本来是对抗的，即马煞变作他们是骂子的，好，啊来，伊讲，我们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啊，这里你家己的身份就错乱去啊，中国思想就一直甲你灌入去，好，啊，日本的这较早日本教育就一直甲你。算老一辈无法哩，就为少年的为国民教育，就甲你教。那我会记，我较早咱的作业簿后壁写者，
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有无？哦，为只得台湾人一直中毒，到即嘛吼。啊，像好佳哉，我迄阵无啥晓读册啊，所以我中毒较深、较浅啊，也有救啊。所以我六年前第一个听了秘书长伫电台咧讲，我一正的，迄阵我是民进党党员，吼啊，但是因为施明德甲迄个柯信良的关系，所以我就已经无咧插政治。都本来杨先生吼，啊，都不是都有介有闲通去看者看报纸、听音响，生活都哪拢卖插些书，真好过。啊，拢这个林志坚海啊，我本来拢另一个，啊，迄个安尼一个收音机转来听中，哎，吼，我伫民进党无法度得到答案，都在这边找到了，吼，规安尼烧开、热开。小家即马还阁38度，拢也袂退，哎，六年外吼、哦，所以啊，真幸运就是讲拄到伊，我一寡没有办法解开的迄个结吼，拢透开，啊，所以我会对对这作案就讲，台湾就剩这条路尔，因为我嘛，我对民进党失迄个失望的时，拄好有一个。建国党成立，啊，遮拢教授，拢律师，拢医师，拢啥物师，建筑师啥物师，就对啊，毛发师啊，吼、哦，啊，恁一个笑安那，法师有诶袂歹呢，那么，但是民进党有私心，因为我过去足支持民进党，但是伊为着自私，甲建国党撇掉，互我做分开，互我做失望。建国党是虽然看起来曲高和寡，但是遐侪朴素、遐侪世俗所造成的，咱台湾人对寄望足大。但是民进党入去渗透，甲加入1000个党员来竞选干部，甲建国党全消灭掉去。吼、哦，即摆建国党剩一个空空尔，剩一个名尔。吼、哦，无在我阵足欢喜加入，我做建国党的永久党员。但是两党以后，就迄个民进党甲创一个消防去。吼、哦，所以我对台湾的希望煞个幻灭，所以我足失志。我拢好，我不插手世事，我家己我过得好就好啊。但是迄个心一直唔愿，迄个种子还阁伫我的心内、哦，所以杜瑞林秘书长，阁教我这个幼苗重新加水开始长大，哦，啊，所以我啊对各位作寄望，因为虽然咱看的是少数，但是恁是。珍贵的少数，好、哦，咱是拢珍贵的少数，咱敢若像泉州安尼，咱就是有抗压力，泉州就是在压力下，它才可以造成钻石，好、哦，啊，你拢唔惊，讲红脸一关啊，吼、哦，唔惊，你的边个朋友甲你讲，啊，你唔惊用脸，啊，我迄阵拄啊要加入民进党哦，民进党拄啊成立阵还没有解严哦。我要加入的是，我朋友甲我讲，阿潘啊，你是无惊准备要嫁人妻啊？啊，但是我都足反骨的，我都自高中，人要叫我加入国民党，我都袂爱，因为我对国民党有很大的问号，只是迄阵无资讯哦，因为国民党拢敢封锁各方面的资讯，伊拢单方面用填鸭式的，拢用标准答案，考试拢用标准答案，不让你思考。伊不像美国人，他从一个问题，叫小孩子从各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好，后来伊可用假的民主选举来互咱选。啊，敢若像讲咱要招标，招100公尺，伊跟位起跑点走，啊，伊伫50公尺尽量咧走。这50公尺，伊得着啥物件？就是伊掌控媒体，无论是。那个电子媒体还是平面媒体，吼、哦，报纸
百分之然后八九十拢伊控制掉。啊，你所谓讲民视，讲民视是台湾人的电视台，无影。拄啊，干那总经理台湾人，下骹遐个经理吼，遐、哦那个高级干部，全拢是中国人。因为因自早因都国民党都计划培养因中国人，大部分拢去读媒体吼、哦，去读政治大学去迄个传播媒体这方面的。所以你若来应征联合报的记者好，你上加互你做一般的记者，你要跳你要到内底做总编辑，真困难哈、哦。啊，所以媒体的解释权伫国民党手里，伊要甲你。七五七八都拢知伊啊，吼、哦！所以造成讲台湾人家己的历史去用篡改，吼、哦，去用开罗谎言来甲恁骗讲台湾是因依据开罗谎言来回归祖国，吼、哦。OK， 好、哦，啊，你看这个四万外一块折成新台币，好，啊，为者来看，伊要换币制，伊奈无换因的中华民国的中华币。哪个咧继续用台币，表示伊无台湾的主权。哦，你看每一个国家有主权的国家，美国有美金，英国有英镑，法国有法郎，日本有日元。哦，你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伊嘛有人民币，伊太无爱发行伊的中华币。哦，就因为伊无台湾的主权，所以伊袂使大家发行伊的中华币。哦，或者会当看到讲。中华民国无台湾的主权 ，OK， 好，啊，即马过来讲，即外来种的即植物吼，即、哦、对台湾贡献真大，吼、哦，因为像番石榴吼，即、哦、维他命 C 真高，吼、哦，啊，像番茄讲西方人讲，你若拢有食番茄，吼、哦，遐医生就会无头路啊，吼、哦，因为维他命 C 高，你拢袂感冒的是，吼、哦。啊，即种外来哈，啊，外来有一个特性，因汉人都拢，那外来讲拢叫做番呐，啊，你看番石榴、番茄、番仔姜、番薯、番麦、番仔花，拢番。你啊奇怪啊，我原住民我也讲叫番，搞错了吧哈、啊？其实我们很多搞错了，包括咱咧讲蚵仔番薯，讲中国来遐老兵叫做老蚵仔。这错误哦，蚵仔是本地产的，番薯是外来，所以因来合作新番薯啊，哈，新番薯，啊，咱是老蚵仔，安尼较对哦，对不对？哦，因为番薯是外来的嘛，啊，因中国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呐、啊，啊，因遐来是外来的难民呐、啊，哦，因合作新番薯，咱合作老蚵仔，哦，咱来改哦，哈、哦。这番麦甲番薯救台湾人，迄阵国民党来，台湾四百年来唔捌经营，拄啊中国国民党来了，阮食番薯签食甲惊着。阮爸吼种足侪番薯，因为番薯较省水嘛，啊迄阵也无电啊，无法度用木搭抽水啊，所以就爱种番薯、种番麦，这个比较耐旱的物件。所以这尤其番薯，我食足侪啊，啊。五当前，农改场有改良一个新的番薯的品种。哦，我食了真好食。啊，我煮饭要给阮爸食，我讲爸，我淋一挂番薯给你食，好唔好？用啊，用啊，用啊！哦，我食做这个，食到惊着，到真了咧惊哦，吼、哦。啊，但是我想，啊，我都食了好食咧，无讲啊，我都赶快下落煮啦，吼、哦。啊，我咧。我平时我都我那加头创两三地地了的，哎你嘛像伊只，哎呦哦，梁华你怎嘛这番薯菜怎嘛这好食？过头一礼拜后，我都我那逐工拢煮食。万一走来我的园啊，甲我讨讲，啊你的番薯田里对我挽一挂来种，怎嘛我伊家己要种啊？哎，你看伊迄个中国人来安尼，迄个食番薯枵着咧，食番薯食到惊着吼。好。啊，这最近出轨了哈，普悠玛号，这上新呢，这家己本买，啊，这我那外来，啊，所以
即只已经加号名号好啊，号做红面番鸭，红面番鸭。哦，这毋是我号的，这是网友号的啦。哦，红面番鸭绰号已经取好了。哦，即只我那外来哈。我那那那个光天拢爱食，那么番鸭羹顶补吼。OK， 好，好啦，啊，即马我来介绍我。诶，农场内底有种的这物件吼，来甲大家介绍。啊，你若讲加包果，介侪人听无？啊，你若讲树葡萄，诶，顶多较侪人捌吼。加包果是咱台湾真个学名哈。OK， 加包果一个好处就是讲，伊足好种的。我种到今年拄啊第三十年，我种三十年，毋捌除农药吼。啊，其实毋是无病虫害哦，有哦哈。啊，只是讲伊爱助心虫也好啦哈。啊，是青虫食叶啊！我想讲，叶啊遐济，伊食袂完嘛。有只叶啊，足济伊食袂完。啊，但是助心虫就较无法度治，伊为在种一缸里面，准顺那个枝条一直食起哩。你又要用农药甲喷喷伊袂着，所以我拢用人工去甲拗落来，直接掠起哈。伊这个好处就是讲，伊规年头当拢翠绿，吼，拢安青青。但是到寒天，到农历个一月。当寒迄阵，差不多有一礼拜时间，伊规个叶啊拢落落来，吼，像这规个拢落叶啊了吼。但是一礼拜哦，随拢新叶啊拢随出来，所以你要看到伊安尼歹看的时间足少的，吼，足短。吼，啊，这是我家己大伯那来咧准备要就市要卖吼。啊，这有一个新的品系，猪骨头，这大粒的吼，啊，这进目前上济，因为即阵我拄啊种五冬还袂生啦吼。但是伊这，你看伊干来伊个籽吼，就差不多三四倍的差异哈。种细粒种个，差不多那半价头五块至十块的铜板。啊，这大粒种个，这个以后是头五十、十块以上五十这个啊，迄、那个大细啦哈。OK， 啊，这树葡萄开花足芳个哈，啊，伊开是为土脚边才开始一直开，开到尾溜去，规丛拢差不多拢花，哈，足芳个。啊，伊是头前两棵砍莲木、砍了巴拉是共棵的，吼、哦，啊，所以我就迄个有六台电视台来搞采访，我讲人咧种布啊生菜瓜，我种了巴拉生葡萄，吼、哦，啊，这花足芳哦，这花芳味拄啊这桂花甲玉兰花的综合体，吼、哦，啊，我迄阵种三百丛，这是伊的第二代啊，吼、哦，啊，伊的第一代吼、哦，三百丛。哦，有一天早起我起来，哦，足芳的，唔好等下，愈来愈芳，芳到尾来煞变臭的，因浓度伤高，迄三百丛，唔知安那因讲好的拢做伙开咧，迄、那个浓度上伤高吼，煞芳到会臭，恁可能也无这个经验吼。哦，另外伊个花跟莲雾跟了别个花同款，哦，啊，伊的迄、那个，这拢会伊的。那咧大是树皮，原来烫壳，吼、哦，所以会使讲三代同堂了吼。后咧含苞，后咧开花，啊有青果，啊有已经要成熟呀，吼、哦，吼、哦，这就是树葡萄，吼、哦。这伊那结几堆的是，敢那一串葡萄，吼、哦。啊，伊这这丛是老丛了吼，都、哦、第一代，已经。真济，卖差，还是我来甲关起来，慢者。我、哦、这，你看我这翕的，敢那翕伊的三分之一了，吼、哦。啊，原产地伫巴西，巴西伊遐吼，伊个树啊，伊敢那侧枝吼，就比电话条较大枝啊。吼、哦，啊，所以咱今仔日。我伫讲的这个树葡萄吼，伊维他命 C 足丰富的吼，啊，所以咱台湾人种吼，我鼓励每一个人拢应该爱种一两丛家己食。因为呐，伊这有一个缺点，它不耐储存啦。你若慢了无食吼，两天后就开始有发酵有酒味啊，变葡萄酒啊，吼。啊，我是上爱食吼，关于这阵的果，伊这阵的果你卖甲慢甲下在树啊，伊会掉伫树啊顶。拄啊，含因澳洲的葡萄，我来钓伫树仔顶，好大爆料，甲搬来食，吼、
迄有诶葡萄酒诶味，啊，搁甜搁芳。哦，另外伊这敢若头部就开始生吼、哦，啊，我搁为店员搁翕出转去，好无？哈、哦。啊，这第三代，这较细只，这较细长，我那为涂骹另外就生甲规球安尼一直生起来吼、哦。啊，这那即搭则无，结果就是，哎、欸，敢若提蛋对啊，敢若淡水诶提蛋吼。哦这个就是我有饲一只101中国大麦丁啦吼，一点一点乌乌的吼。啊，我若要用饲了食的时，我拢会先甲偷开，互伊走走的吼，运动一下，放屎尿一下。我再本来拢出去两三分钟就走上来，即个拢较久，了五分钟以上，我著较注意。哦，原来那头这个高度内拢有食。好、哦，就这样，你拢食，拢要补。哎、欸，这树木啦，真啊，唔是人爱食的呢，鸟啊爱食，鸟鼠啊爱食，狗啊爱食。结果，迄只狗啊无偌久怀孕。安尼，巴东叫大公，好、哦，互你有生几只？十只，唔呐，生16只。哦，啊，烦恼一个，讲夭寿，我变哪饲？这16只，伊食树葡萄。啊，哎哦，我要甲掠开算吼，我得用一个盘啊，一只、两只、三只，啊，伊即马为这边佫甲我加倒转去，好，我伫遐算半点钟，算袂好者。尾我着等伊咧忝啊咧困吼，佮佮算哦，生16只。啊！伊到尾吼，我那大只，啊！伊敢若要倒吼，闪过来，闪过去了，嘛有3只，又第四，足无彩啊。OK， 啊所以那有女孩子不孕症的吼，试看卖，食寡。啊，莫食伤济哦，莫一届甲我生一堆吼，讲要叫我去甲伊斗骗，我不负责任哦。啊。这三先十一只，唔，先十一个，咋？莫算只。哎，这世界纪录哈，啊，哎，啊这，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真正，啊。我得要来甲问看有只无？哦，好 ，OK， 好，好 ，OK， 好。好，啊来，即马过来介绍平地樱花吼、哦。啊，这每一朵花拢像兰花吼、哦，朵朵是兰花。啊，这种伫阮屏东潮州遮呢吼。那么，啊这种毋着品种，倒边开吼，哦、花可能1/10尔，叶啊9%。吼、哦，啊咱个是叶啊一束啦，啊拢拢花。伊那咧出新叶，就是差不多要熟，伊叶啊正开春啊，对啊。伊就是冬天落叶，啊春天开花，啊即马这开始咧出来，就是表示伊只花准备要熟。但是伊嘛开足久哦，开到50天，吼、哦，足久个。啊，这都啊，一点点，嘿、欸，吼、哦，伊那各有浓厚的香味，就不得了，吼、哦，啊。有人迄落《自由时报》甲《民众日报》有甲我牵啦吼，啊，但伊袂当牵我个电话主机，所以有人慕名而来吼、哦，到潮州安尼四界问足久个，甲问到我啊，看着我安尼，讲哎吼够水个，啊后一句就讲我判你有够歹找，因为伊问四界问来嘛，问足久个，伊讲啊，阮顶礼拜拄啊去阿里山，寒甲要死，啊开也无你这遮水，哦，明年来你遮看到啊，吼、哦。我、哦、爱、啊、一个好处就讲，花谢了，啊无一个月就，佮发到安尼足青翠的，就一定遮阴吼。吼、哦，啊这丛是我的较老的老丛，啊这是国外的范例吼、哦，因为我拄啊种8年尔嘛，就开啊袂歹啊吼。啊你看人伊这种遐大丛，这差不多20几年。啊，若过我8年吼，可能就差不多开安尼啦，吼、哦、，OK。
来，啊，即马介绍一个黄金果，啊，因为伊个皮黄色个，啊，佮金金，太阳一照会发亮，所以佮号做黄金果。啊，这个水果足好生，伊个母长到伊个妈妈的对啊，吼，差不多比顶个较大小块。三年前的统计，伊迄一年才生2500粒，所以你若种一丛，你就食袂完啊，你就要分互亲戚朋友哈。OK， 啊伊，这表皮你会当甲写字哈，用圆珠笔甲写，差不多两分钟后，伊就氧化，这字就浮出来。吼，啊会当染素葡萄包做伙送互男朋友、女朋友。啊，这是大粒种，这一粒头一斤，啊，头摆是头三粒一斤，但是三粒一斤的伊个香气较好，甜度也较高，啊，这食较烂，较无遐好食哈。啊，这后来，哦，我上爱介绍这个全世界上好种的水果，叫做红龙果。是安怎讲好种？因为阮第一届咧种的时候，我看阮大哥做伙种。啊，阮大哥有一丛甲种倒边，插倒边哦，伊阵为顶管开紧落去，安尼有好种无？真正要甲种死足困难的。啊，我是做草生栽培啦，哈。但是我朋友就无共，伊甲我买栽啊，伊拢甲草啊除死了了，这足可惜的。红龙果伊是。气根的植物，你若种槟榔树啊，顶伊冒槟榔树啊；你若种电话条，伊冒电话条。有迄伫迄西山楼啊，悬生红龙果生伫啊，槟榔树伊槟榔树伊一直冒一直起咧，啊，阵顶外个生一粒伫啊。我烦恼讲啊，迄个人要变哪办？啊，所以气根的植物，你得爱互伊透气良好。你甲只草啊拢除死了了。所有的树仔根拢惊太阳，所以伊就爱种落土骹。啊，你若种落土骹，你落肥好食。比如讲，你有灌溉设备，甲喷落氮，互伊个渗透落，无根食袂着。吼、哦，啊，我头拄啊，我个，你这草仔甲偏落开，我个根拢伫个表土顶缘安白白咧走，所以我肥料轻轻啊压挂，伊就拢食着啊。所以我个水果，我个红龙果足好食。因为我这块地三冬前方退回来，啊，所以这三冬来我就无果通生产。啊，足侪老客户，因为我的水果无咧送果菜市场，因为拢爱先去阮太太登记，讲啊你买50斤，啊伊买几十斤安尼。啊，但红龙果伊一年生11摆哦，伫我屏东遐一年生11摆，敢有啥物水果一年生11摆？山药一年一届，荔枝一届，莹莹一届。大部分水果拢一届呢，好，红色的，哎，啊，这个就我的朋友买来，伊进前前年甲过去年，伊比赛拢冠军嘛，啊，其实我的迄个风味是比伊较好食啦，吼，啊，但是伊迄要到收档迄年要招来比赛，我讲啊，我自6年前我就冠军了啦。因为迄阵我的果子人评定了，就讲免阁上市，我就拢分了了去。啊，红龙果有一个，伊有即期若生，比方生1000斤，后期可能生600斤，阁一种一大一小，一大一小呢。好、哦，就像莹莹有大小呢，安尼。好、哦，那么要好食，有一挂方法。啊，要安怎讲？哎，做有机的，我无咧喷药啊。但是伊有一个缺点，就是讲，咱台湾的东方果实因拢会去顶，所以真侪人爱套袋啊，甲防护，卖许芳顶。哦，那么啊，我的做法是，我用迄个甲基丁香油，吼、哦，性费洛蒙，甲刚的迄个果因拢裂开，啊，所以买的来去顶，袂生虫啊，袂怕人。OK， 啊，所以一旦食到我的红龙果的果实，我认为是伊的福气。因为我的价格跟一般的市面上的价格同款，我是单一只。我若开春第一批果，我若卖1斤40块，到年底拢40块。
人若咧卖一百块，我嘛是40块咧卖。好，啊，这伊拄啊出来发包哈，啊，这头五六天，啊，头第八天开，啊，可能五日开就是暗时啊八点开始开，到明下早头八点开始写，吼，伊这跟迄个昙花同款，昙花一现同款，吼，开的花同款，这个是紫蕾，啊，这是雄蕾花粉，啊，这花粉然后落位这个坑里面，迄条果就会大粒。啊、这我另外一个新的品种哈，这无刺的红龙果，你看伊这凹无看到刺，啊，原底这个品种哦，刺足大支的，阮拄开始种手村里就插着啊，但是我种了十年，连十年了，伊要甲我插着介困难啊，吼、哦，啊，这个你看，才够生着呐，才有红的果，会当慢啊，吼、哦，这个有青的果，就是佫头十五天要慢。啊，这搁前十五天的回包，一批一批对你后壁一直出来，所以你这个办好，啊，两礼拜后换这个要办，搁两礼拜后换这个要办啊，所以你无通啊，互你伤休困啦。你看安尼有可爱无？你不是着爱准备办个，拄啊卖完休一个喘，啊，讲要搁办啊。啊，我原底租个所在，看安能搁足好照顾，我拢我的朋友打电话讲会搬啊。啊，开始咧逼啦！你阁无要来办，吼、啊，我著紧派工人去办安尼，吼、哦。啊，所以，遮好种的水果吼，无种的艰苦，对不对？吼、哦，所以大家加减种，种几丛带家己厝边吼，自给自足，拢免除药啊，吼、哦。啊，那天气时就好，套落啊套来。花嘛最好食吼，迄花吼，你甲切落来了，剁个幼幼。煮蛋花汤，自然看见，因为伊足丰富的植物胶质，哈、哦。像这石刻青的这幼叶哈，伊若剥新叶哈，你加迄新叶，你煮汤就自然看见啊，哈、哦。啊，这我的个性，因为我无咧饲药啊，鸟鼠啊要食，鸟啊要食，过迄个瓜鸟，吼、哦，落雷也咧食，啊，所以我的果实哈、哦，外观无介好看。啊，所以我那有阮太太伊个朋友来买，有咧反映讲，哇，恁先生种个水果来拢遮歹看，讲嘛种较水个。啊，阮太太咧甲我反映，我讲好啊，你甲讲啊，讲我有专门一股吼来除药啊吼，甲种个足水，要互伊食。你莫搁甲讲，哟，无，到尾就乖乖。我讲，咱是要食内容物，咱毋是要食外观嘛吼，迄皮也无人咧食啊，对无？啊，这拢瓜牛食诶！哦，瓜牛呢？其实瓜牛就是我上好诶检验师，哈、哦。有，若有毒，伊敢敢我爱食？哦，这就是检验师嘛，哈、哦。农药残留检验师啊，哦 ，OK。啊，所以我足自豪，讲食着我红龙果诶人，介幸福。这三年来，因不是倒来咧甲阮某落讲。佫叫恁翁佫来种啦，我外口拢买无迄个风味、迄个口味的啦，贵佫歹食。我无多，我真无用。变建国较要紧，不变民政府较要紧吼。OK， 来介绍罗根梅。罗根梅一个好处就讲，伊若开新叶拢红的啦吼。你有光海看较无吼？我这里就看到。啊，所以有人七八月朋友带伊的朋友来我的乡参观。看一下，啊，你的枫叶太七八月咧红，看唔到，这无共品种哈。OK， 好，啊来介绍红花枫林木，这敢那绣球哈，像啊有人讲绣球花，开足水啊，但伊的缺点就是七天后开始落花，七天就落了了，嘛十天啦，到第十天就落了了啊哈。好。啊，即马咱来讨论讲，要安怎种好食的水果的三要件、三要件。OK， 当然第一个爱优良的品种。我种红龙果，我来先买八个品种。我去甲你买，你讲你台湾上好，
我买一两百斤，啊，伊讲啊，你也上好，所以我买八品种。我迄阵我若足单纯啦，啊，反正我都爱先买来试种。结果同样的思维方式，拄好有一个品种上贵，啊，佫上早我淘汰，迄、那个叫做尊龙。伊迄个人吼、哦，用一块砍棒做偌济，啊，摸一粒迄个尊龙的果，差不多金盘有啦。砍伊头，那无伊个头个一半安尼遐大粒，哦，我着三心要甲买啊！讲伊讲一月差不多笑一季笑半，250块一支。我算讲250块，安尼我个买400支，拄啊10万嘛吼。伊讲无400支无卖，哦，足嚣摆呢！伊讲阮个门槛着是500支以上靠卖，我嘛果不其然种甲买呢。结果即八品种吼，我到处去找买来。啊，气缸这个方式类气缸，一样的思维管理方式。开花第一个生的果，就是这个尊龙上歹看，安那？我甲买一个品种了，结果生5种出来，有长果的，有圆的啦，还有迄鳞片倒闭的，还有45度的，还有乌豆红的，还有粉红的。我装做一人，迄阵拄开始种，爱送果菜市场送去。你头家讲，啊，你这是啥物品种？讲尊龙。啊，那安尼种啊，变遐侪种出来，我哑口无言。等伊着，叫阮大哥讲，通通毁掉，这个先毁掉就对啊。上贵的，上歹，所以毋是无一定讲介绍上关就上好哈。好，啊，品种足重要哈。到尾啊，我着尾啊种了头拄我咧讲迄好的品种哦。就有一届苗栗的因种柳丁啦、碰柑啦，还是这是啥物柑？海里啊，这种到因喷药啊，喷到家己翁仔某知影讲袂使去做了，去做因会死啊！伊讲干那食输遐毒药就死啊！伊讲要来种红龙果，啊，敲电话阮屏东红龙果协会问，叫阮的总干事就敲电话问，潘，迄阵11月后，哦，到这个时阵，潘，你还有果无？讲有，还佫有，你加过来。了有一对翁仔某苗栗来，讲要种红龙果，我甲推荐你上好，我就真正加个佮挂枝条加去，因为我较早方便着呾。因拢去讲买别人个果，啊来讲即伊个枝条生，啊咱就是安尼用骗你，吼、哦。所以，我着挂枝条加去，要证明讲即是我家己种个，毋是我去讲买别人个种。啊，来摕来互你看，吼、哦！所以，啊，因翁原来足顶真诶哦，伊炸一个测糖迄、那个糖度测试诶迄个仪器来，我即摆切开切落因某食，摕互因翁咧测试，两个做伙爱，因翁爱，哦，21.5度，21.5度，咱诶营养也是蔗糖，拢差不多16度呢，我做到21.5度。啊！因某加了只，拄加了迄个着，哦，我那只甜，所以安尼落来，因翁仔某无甲我买，原来艰苦啊，哦，啊，所以我那有甲我买千几只。来着思维管理，哦，品种第，我定来讲品种，这第你呐品种创无好，你后壁你会做甲作艰苦的哈。就敢若讲，咱山啊，你若要食大粒的，你着甲种个金黄。金黄凊彩种嘛，半斤以上，你要甲种哦，像土笋遐些，种足困难的吧？啊，你要叫土笋啊，要甲种哦，像金黄遐大粒，嘛足困难，所以品种足重要哈、哦。品种选对了，你得爱讲，你的施肥管理，甲水分的管理得爱控制好。要开花爱冻水，树葡萄同款，哈、哦，冻水。伊这等于你甲骗了对啊，讲特别打死啊！你爱赶紧开花结籽，传宗接代落去，吼、哦！啊，所以你甲注意看，路边遐个卡住啦，石桶果无人咧压水，就伫阮屏东啊，开到有够水，红拍吧。正是出头前，想着着甲泼一个水咧，叶啊发到往往袂开花，然后开花也毋知影物，吼、哦！所以水分的管理足重要。你若要开花，水分先控制，但是花若来了，水分就要正常管理哦，啊，无就会
生理的 logo 哈、哦，裸花 logo。啊，背后开会，哎，做滴人唔知影上面有做氮磷钾哈，农药三要素，农迄落肥料啦，唔是农药。这个肥料，我爸爸因一代农民，看唔知影上面啊做肥料的三要素氮磷钾。因较早拢讲什么灰狐啊啦，就灰啊，安尼白盐啦，拢讲迄款嘞。那么你若要开花，就是磷钾肥、磷钾钾爱较悬，氮肥尽量爱饲较低，因为氮肥是干那咧制造肥啊，吼、哦，啊磷钾果实甲灰灰个，吼、哦，这是上较基本的吼、哦，啊这较前面的咱爱买专业肥料管理的册来看 ，OK。好，啊来看，咱有一挂树啊吼，大丛，啊，想讲要甲移植，咱来有遮工具，有时啊，咱要开路啦，还是要建筑要起多遐多翻着吼，啊，咱用遮工具来处理吼。啊，传统的就是四五年拢挖开，啊，土甲灰添顿，啊，一个月后较甲搁挖开较请出来。啊，因为树葡萄做好移植，所以我是拢挖浅浅安尼。艺术艺术哈，安尼伊就会哇。啊啦，三月樱桃拄啊，这平地樱花，因为伊个树叶足济，伊咧抽水足紧个，所以咱来个留一条根，互出去外口输水食哈。啊，这若土壤较松，你着爱用胶布甲巴肚边封起，较袂风来咧摇，迄土条会破，土条会破，伊存活率减到一半以上。好、哦，啊，这是挖好用胶膜包装起来。好、哦，啊，这是另外一个包装方式哈、哦。啊，这是因为三月樱是较新的树种，所以同行的第一个卖来个卖，伊讲爱先挖开了哈、哦，啊了，搁个回填，等伊新的伊剥出来了，伊就讲安尼挖挖较窄啊，伊较袂较挖较个较掉出来就对了哈。哦而且赶快包装好买外销。OK， 来介绍自动灌溉。而且传统的类比式的自动灌溉，用定时器啊，边、哦、一个就喷十五分，边两个就喷30分。好、哦、，OK。啊，这是电脑，这以色列电脑微电脑化的哈、哦。啊，这美国的电脑控制系统，这上好用，这个。拜一到礼拜，你对一天要喷，会当设定，啊，会当分做六个区域。比如你若六分地，六分地种无同的植物，啊，伊的用水量无同，你会当单独控制。哦，啊，一天会当喷三摆，下早喷，下晡喷，半暝啊喷，哦。啊，这还有一个控制，两天喷一摆，三天喷一摆，五天喷一摆，还是逐天喷，哦，这足够控制，哦，所以我拢介绍农民用这个，啊，这都。以色列自动灌溉喷头，以色列因的喷头设计啊足好势，我用十几年也袂歹。好、哦，因为塑胶工程哈，基础工程做了这个，但是伊这拢专利，但是伊拢授权和台湾人去生产。伊这化工的产品哈、哦，污染带恁台湾，啊伊摕一寡大工钱互你赚。啊，做好了，搁稳当因遐因大因个骂过去，附加价值就出来。澳洲嘛，同款，澳洲因个塑胶工程学嘛，因个专利嘛足济，伊嘛是唔敢污染因澳洲遐大个土地，伊嘛是授权予台湾个石化工厂，咱只个塑胶下出只落去生产，结果造成咱台湾本来是宝岛，即马变垃圾岛，吼、哦，一寡。污染本质拢留在台湾。好，啊、来讲植物嫁接呐，咱那边要有好的品种吼、哦，来、啊、一直改良啊，改良了有好的料，咱要大量的时候用嫁接量较大，啊，爱需要这些工具啊哈、哦。好，啊，这即马有一款物件叫做石拉胶嘛吼，你甲甜甜都拢唔免管理啊。伊呐发芽的时，伊会突破这个胶膜，伊即防水透气哈、啊。
所以因为伊这接触点一点尔，叫做切接法，哦，这接袂落过啊。这就是大粒果的黄金果，下骹这是细粒果的，吼，三粒一斤的，顶完这一粒就一斤啦，吼。啊，这是用安尼来改良品种，啊，包括山啊，山啊是上侪人咧接，然后新的品种就搁接新的品种，因来一直接哈。啊，这同款，这旧品种甲固掉，等伊剥细卡细尾出来了，就接新的栽去。哦，啊，你若讲，因为咱的石蜡椒木伊迄个，韧度较无够，啊，山啊尾大尾嘛哈，所以咱来搁用电气胶布加。都做一个保护层，但是差不多三个月后，伊若愈合了拢 OK 啊，即爱切落开，无会伊个缩掉哈。啊，你若功夫歹，你就甲接两点啦哈。万一你若讲接无好，像这一点无过，起码一点过嘛算成功哈。OK， 那么伊旧的这层佫剥出来新呢，爱甲处理掉哈。OK， 啊，即落我的园啊哈，啊，即落三月樱，好，啊，你看。伊这阴影内底吼，含外口的温度差不多5度吼，所以呐，热天入去内底叫做凉。病虫害，个，或者蛀心虫，或者无采我接好个啊，发只蛋，结果伊蛀心虫蛀入去，就歹个哈。啊，这同款，你看这个，福寿螺对了，福寿螺就是差不多30年前，咱个。海关管制了无好势，迄种偷炸入来，啊，迄阵就是要封法国的螺肉吼，你阿爸，结果无想讲咱台湾人的喙齿遐来吼，很挑食，食袂合，所以人就乌白蛋哦，唔知讲伊一粒买的吼，一年会当生8000粒的卵，烫甲满世界，啊，伊见着青着食吼，若看到这绿色植物，尤其像迄秧苗吼，短短啊，点咪都要食完去。啊，这就蛀心虫就个啦，哈！啊，是足细只哦，像迄个狗遐大只呢，但是伊有法度甲樟大樟树啊，总甲你救死，哈！啊，这就是蛀心虫的迄个天鸟的幼虫，哈，叫天鸟，经典天鸟。啊，这嘛是幼，迄个天鸟，哈！啊，这叫做青虫，青虫拢爱食叶绿素，伊甲规个叶绿素食掉，哈！准像打死安尼吼，无，啊，这正常诶。啊，这高丽菜，我嘛想讲，我家己种几丛啊来家己食。我两工无去巡尔吼，又都又虫食到要完尔，这种青虫无，哦，这着凶手啊。搁我一个搁无闲，搁过三工，食到拢无看着叶啊。所以买啊，我的高丽菜、有机高丽菜拢伫有机蔬果店买较有，种伫遐。吼，你要做有机，你来专业，你逐工专门就是你那种这个高丽菜时，你著专心落去处理高丽菜才通吼。啊，你也好啦，也是用生物的方式喷辣椒水啦，喷蒜苔水吼。这有机的方式，蔬菜介侪人会晓用，因为近已经有发明成功的案例啊哈。咱评证家，等下咱的司法大臣您可能会介绍。啊，这个就成功啊。这个植物哈，朋友送我，伊刚才甲我讲，啊，这都叫做日本乌甜啊。啊，我都本来我这个拢种番薯药啊，我种番薯药家己咧食嘛，拢无除药啊。啊，我那个插，伊送我6个枝条，我甲插下咧，要求伊个。拓展力遐悬啊，覆盖力遐悬，一下甲连咪甲我的迄个番薯叶，一般拢讲算足强的，拢会砍人，结果伊嘛输伊啊，叫砍甲番薯叶拢无看。啊，养生当然你我拢无注意啊，因讲叫做日本乌甜啊，嘿。我伫外口无看了，我唔知。哦，因为我无去甲查。伊迄个植物试点查看伊是啥物物件，啊朋友上回伊嘛搞不清楚，讲人家讲迄是日本乌甜啊。若去我佚佗吼，我拢建议我拢办一挂，恁家己倒去种，拢免除药啊。我家己着这片食袂完啊，我家己这样食袂起。啊头拄仔着天鸟才细只哩看，像狗个遐细只啦，但是甲我一丛树啊就死，即着安尼种一空一空啊。
啊，我嘛轮咧做苏医生，我了呐，要甲注射吼，叫我救起哦，啊，即阵拢有救起，无像头拄仔迄阵迄就死。OK， 啊，这迄落基隆村乡吼，因咧开会，啊，这主席，啊，你嘛因开会结束啊，讲明仔要食对一场散会，哦，即嘛散会啊。啊！即另外我师傅老又鸟仔食到拢空壳，哦，爱食哦爱食呢，啊！个冬天就原来这时阵咧食我即款，啊！我留伫个树仔顶，迄拢有酒味啊！啊！我咧困中头，啊！白头翁咧食，白头翁本来拢讲巧克力巧克力嘛吼，巧克力巧克力，啊！叫去食会讲台语呢，伊讲巧克力最骨力，巧克力最骨力，吃整天。最冷天，食骨哩最骨哩，食骨哩最骨哩，好，骨碌公路啊啥？好，我听着气甲我拢困袂去。啊，另外一只，我若讲台语，伊也算讲伊食骨哩，用叫三只骨碌，叫三只骨碌，伊讲食六粒啦，叫三只骨碌，叫三只骨碌。啊，另外一只讲食骨哩最骨哩，食骨哩最骨哩。哈哈，迄个头我真正困袂去。啊，即嘛，即无花果哈，啊嘛，只好食。啊，即八八风台，啊，我想哦，即是听讲即风台足严重，我著惊讲即个 Y 字形即会许凹去，许了去。结果为只甲保护起来，啊，伊阵为只甲咧凹断，天不从人愿的对啊，啊，啊即像咧拍保龄球全倒，哦啊即。风台有大无大，看到这张牙，有法度甲椰子树淹倒，真正风台有大。我第一届，我才买六十岁啊，第一届看到椰子树隔壁倒到位，我的耳啊里边呢。啊，这千万我都灵光，所以这牙齿过了我呀。所以我那吹打得一个扑一条来吃。哦，足严重，啊，水浸之灾，风台拢会砸雨来，啊，你呐？水积条嘞，透袂出去。你看像这番麦啊，两浸两工，根拢烂就倒落去啊。吼、哦，啊，这嘛是，阮遐地下水越悬嘛，风台的雨侪吼，阮的地下水一直浮到浸到我的树仔根，树根浸烂死。啊，这就人祸。啊，门土拢甲空甲，水无都渗透。你想以后搁用，我都甲你摇开。但是这安尼。伊个发育愈来愈歹，到尾愈来愈弱，会就会死去啊！哈，去来，头拄仔树葡萄，啊，即有做树西瓜的花，有做树西瓜。哦，我那袂细粒哦，但是莫免欢喜，无好食。嗯，有小可乌味哈，无好食。啊，我种一丛荔枝，足大丛生一粒。有机啊，我跟你讲这有机哦，足珍贵啦，嘿啊！你一粒我万咧食吼，先加一挂，唔敢讲一粒塌落。我想着讲，我做囡仔，我第一个食苹果是安怎食到的？苹果的滋味，对我做囡仔，我囡仔头红，我错过了迄个，我还裸裸，啊，都虽然放风吹，掠四卡，掠鱼啊，吼啊！罐头杯啊，头版人要白啦，嘿，啊，忙啦，佫兼洗裤，嘿，啊，即马算甲无通啊，算啊，拄啊看者池塘，啊，人有饲鸭，啊，种个啦，种啊无聊，啊无扎一头牵，看上牵得到啊，我着徛头前沙来牵啊，牵啊后壁对我牵，啊，阮迄个表弟吼，空砍的，啊，不要牵，讲为我头壳牵落啊。哦，我才刚到外港，哦，牵着我，拢真正出火星。哦，我着听到就鼓落来，啊，着气嘞，啊，老话嘛，后壁拢咧哭，啊，我做老大，我着袂使哭咧，我哭都无面子啊。哦，等脚袂戆起来，我真正火呢，啊，着准赶紧走转去厝，啊，我妈妈着骑卡拉车载我去镇内去护医生，迄个天啊，迄个包起来包扎。啊，包好了，阮母啊，就去拄啊伫个客运总站遐有人咧卖水果，买一只苹果啊。
迄阵也无雷山的，不过拢日本进口的，真正有芳啊，足贵的。所以我迄阵我国小敢若唔系二三年级，迄个芳果唔敢食，伊拢用片的呢。啊，摕规张规张吼，纯张，互阮遐小朋友大家片。啊了，差不多两三工哦，较真正无好，足好食。啊，互我回味着即点吼。好啊。所以要种有机果树类蛮困难的，所以呐，真正有机一杯两杯计食加买应当的吼、哦。啊，嘛，我想着我较早种一丛辣椒伫我阳台，我想那三不五时啊吼，咱免阁在楼骹走去菜市啊买，为着买一粒辣椒，一粒辣椒我种，我开花开，我几啊十粒，但结果结一粒，迄粒当我真正会熟啊，慢来食看卖吼、哦，我咧切啊种无个淡看好，有险无？夭壽敢若小火火燒著，伊把所有的辣的養分哦，攏灌入去粒啦。夭壽嫌一个我邊工吼，安尼干半年外鐘較退火吼、哦，所以表示這粒的養分一定足灌的吼，恁、哦、不要小看它吼、哦。啊，因為今仔時間的關係吼，啊，我講到這，多謝各位，大家做伙拍拼，謝謝。謝謝你。今日休困十分钟。